比台风横扫南台湾，风雨交加，大雨就像是用倒的一般，吓得收容所内1000多只流浪狗狂吠不已。这时候一阵强风突然吹来，把铁皮屋顶整个吹落，石棉瓦压垮铁栏杆，好几只流浪狗犹如惊弓之鸟，不要命的冲了出去。因为后面的铁皮被吹翻了，所以狗狗跑了出去。那我们刚刚已经将跑出去的狗狗找回来，紧急安置好了。眼见洪水越淹越高，这时不仅是人，就连狗也要往高处爬。许多狗狗为了活命，只好跑到比较高的栏架上。只见小小一块木板上就挤了5-6只狗，因为谁都不想在台风天里当只落水狗。我们到狗舍的时候，整个淹到膝盖以上了，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个啪啪啪一声，整个狗舍上面的石面整个就是一块一块的倒下来，都砸到狗狗。还好动保团体及时赶到，把这些困在风雨中的狗狗一一救出来，不然这场风灾肯定又会增添好多条狗命亡魂。三立新闻。